欢迎继续收看 MTV 职业电竞联赛，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星海争霸二的第二回合了。那我们看到是虫族的逆战哦，橘子熊派出了十年 ，Spider 派出了 Fly， 两位虫族选手都非常的严肃啊。很可惜，我们今天没有看到头像，只有看到本人，这让我们小小的扼腕一下。对，因为 KOF 赛制结束了。对，那感觉实力应该就是如有神助的一个状况，可能就会稍稍减低。但是头像决定一个选手的实力，决定了一个选手的力量，这样子不摆出他的头像行吗？未来再考虑一下。好，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在这一张虫族内战所使用的地图是贝尔斯海岸哦，冬天版本。版本。嗯，好，先报一下点位吧。好，我们看到十点钟方向，我们现在荧幕上看到，那这是我们 White Spider 的 Fly 新秀选手，红色的虫族。嗯，再来到我们四点钟的方向，那这是我们橘子熊的 Slay 蓝色的虫族。十年最近的进入场战绩是3胜2败，而我们的 Fly 呢，3连胜之后4连败。我感觉一开始的时候 Fly 是一个备受瞩目的新秀选手，但是这个四连败是怎么回事呢？对，感觉是打法可能有被抓到了。嗯，对，可能是有被可能是有被抓到他的打法，所以并没有办法说一帆风顺啊。哦，不过选手都遇到撞墙期，当初十连也是一开始备受瞩目，对，后来也是经过了一段的撞墙期之后，然后在这一季现在又爬了回来。嗯，对，讲到这个撞墙，大家一定最忘不了梦幻泡泡灰之前。好，没关系，我们不要再提起过去的伤心事了。对，接下来转眼间就来到第15只工虫了，好关键的一只啊。对，两边应该都是要选择裸双开局，因为这是一张大图。嗯，好，大胆的选择采用一个裸双，两边都裸双那就不危险了。对，而且我们这个主框跟二框中间是没有斜坡，它是一个平地的状况，对不对？对，所以这张地图很容易遛狗。对，我们有时候讲，我们因为你没有办法利用一只后虫或者两只后虫在门口堵死。对。对，那你那硬化虫一挤一钻，一摸一溜烟就冲过去了。嗯。哎，通常这个斜坡呢，只要一个妈妈，因为妈妈屁股比较大一点，然后就可以挡在那边。可以挡大只的兵，例如说我们可以挡二郎。嗯，对，但是一只妈妈是挡不住异化虫的。嗯，对，有瘦有差哦。那例如说，可能也挡不住机枪兵，但是掠夺者就会冲过去，掠夺者就会被挡住。嗯，对。对，所以还是有差别。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瓦斯是已经盖下去了，等一下呢，收集到100之后就可以来提一下我们的狗速了。那这个王虫好像是已经看到二矿了，是不是？对，两边都飞到对手家中，侦察到对手是一个裸双哦，两边开局几乎一模一样。我们看到现在都是双方都是盖孵化池，然后王虫工兵一模一样。嗯，我们期待妈妈的出现。对，好，现在孵化池完成了之后，我们现在双方应该都要赶快再补后虫。那有没有人补异化虫要来做一个进攻呢？哦，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哦，不打算走遛狗的这个政策。对，因为两边都是一个裸双。那王、我们王虫一开始在你家楼上看，在后虫出来之前。王虫是没有问题，是安全无虞的。对对，所以王虫会在那边一直看到确定哦，你没有补异化虫，然后就安心离去，这样、那家里面就可以继续很惬意的，可能放个地势就可以做防守了。嗯，好，我们看到双方这个瓦斯有一边停了吗？对，现在的话其实应该是应该没有停。对，两边都没有停，不过差别在 Fly 这边，我们现在荧幕上看到3只在挖，而 Slain 是只剩一只工兵在挖瓦斯。哦，对。那3只工兵在挖的话，我们随时可以转出一波的毒爆或是蟑螂做一个进攻，比较常见是毒爆。所以如果我们这边瓦斯停的话，可能就是等一下要遛一群狗吗？对，瓦斯停的话，一般来讲都是先补充我们的经济。那可能我们在经济 OK 的情况下，我们再继续挖。现在又继续挖了。嗯，对，那哦，这个十年的狗数是还没有提好哦，但是也够这个妈妈辛苦的啦。对，满场跑啊。对，在满场跑当中。那这边家里面放了毒爆虫，两边都放了毒爆虫巢。嗯，所以看来目前这个配兵组合可能是大致相同。对，目前其实真的看起来是大致相同，而两边其实也都放了地刺。嗯，对，在哦这边我们看到哦 ，Fly 的异化虫已经提速完成了，狗速提好了。对，飞。飞飞飞，还故意停下来说：“呵呵，你打不到我，怎么样，妈妈？”对，跑很快，你屁股大，哈哈，躲下来要变毒爆了。
这我们这个躲两招要有发现，嗯，对，绝对不要想说他那两只造不成什么威胁，都会他变毒豹冲进你的工兵群里面哦，一炸就是七八只工兵哦，那是很亏，就很伤的，对。好，这两只毒豹，这是做防守用。哦、对，我们变在自己家里面的毒豹，一般讲就是防守。那在你家门口变、嗯，通常就是进攻。是。好，我们看到 Steam 有狗狗呢，是直奔，直奔哪里？直奔 Fly 家中啦。对。啊，进来遛一遛了。对，进来看一下哦，看一下是哦，提速也完成了。我看到，哦、分两边很聪明哦，我们分两边，然后另外一边又来一个，又想来引导，被发现了，赶快取消。对啊，双方其实都不约而同哦，高手的想法都差不多。对对，那哦 ，Fly 提升了自己的主堡，升级了自己的二本，还蛮带种的。为什么要用带种来形容呢？对，因为基本上我们有时候都会稍微藏一下，啊，你的异化虫还在我家绕的时候，我就变。哦。那等于说变给你看哦，我跟你讲，我要变二本哦，我要变哦，牛总就来打我啊。可能他对于自己的操作是很有信心的，对，他应该是很有信心，不怕对手、哦、而且这边又一个进来，发现啊也升了，好，他也变给你看，对，谁怕谁啊？对，你以为只有你有吗？我也有。然后这边的话，狗咬狗一嘴毛，对，互咬、哦，那剩两只继续跑。我这边盖了进化室，在升攻防。对，工兵都补得很快哦，两边的工兵都补得非常非常迅速。那这边在升级的是远距离的一攻。这个是十连在升的哦，所以看起来呢，双方虽然有这些小小的会战，你来我往哦，但是没有这个大举一波的进攻，感觉这场战役会是一个史诗级的战役。现在还好，现在还早，不一定哦。这个会担心史诗级的战役吗？对，我哦，我个人是对于史诗级的战役觉得还蛮期待的。好，目前我们就看到这个毒豹跟狗狗在这边四处横行啊。对，刚刚异化虫进来其实有点算没操作好，被炸了两次，两次都是死不少的异化虫。嗯，那史莲又再变了两只毒豹。那现在两边科技走向出现了落差，一边放了蟑螂、蟑螂繁殖场以及感染虫哦。那但不同的是我们的 Fly 啊，爆瓦斯啦。对，因为 Fly 要选择飞塔。Oh. 对，所以瓦斯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看他很早就开挖四个瓦斯，那现在也放他自己的三矿。嗯，我们的飞航即将要完成了，而十年是选择了这个感染虫巢。对，十年也放了自己的三矿，两边科技走向不一样哦，所以接下来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嗯、其实这没有，这个没有谁克谁，因为这样子也可以让比的就是谁的操作、谁的营运，然后谁的各方面的一个想法或是转兵来得更为优秀。是，好，这个。好，这一看到哦，补了异化虫过来做一个骚扰，不过十连也马上有所反应哦。对，那我们看到十年的这个蟑螂也是在提升它的移动速度哦。对，那还有我们感染虫的一个我们的应该说起始的能量，一出来的时候就可以丢一个定人的增进增生。嗯，好，那现在我们看到等会哇，这个瓦斯。真的多的有点夸张、哦，对，而且这一爆就是可以直接爆大概十六七只的飞糖，没有，人家比较含蓄，他们就爆十二只。对，等一下他还会再继续爆，是，对，13只、哦，对，因为虫卵不够。对，好，现在这边异化虫真的很多啊，其实刚刚要是直接冲进石磊的家中，石磊应该也是非常困扰。不过现在选择比较稳健的、哦，拆掉你的三矿，拆掉三矿也是一个几乎就等于优势哦。对。好好，这个三矿确定不保了，对，打掉，好，两边扬长而去，然后非常紧接着来，哎呀，这个出现的时机点不错，对，这个时机点刚好，尤其是我们非常都还没出来就可以把你的三矿打掉，对啊，对于狗狗跟毒豹望天星探啊，你看，对，而且这个王虫有点尴尬，不过感染虫来了，有点多啊，这个我要被电到了，没有分开很危险，哦，不过好险异化虫出来做一个 cover。我妈妈也出来搏斗，再定的话很伤哦哦。不要忘记，我们飞糖其实皮很薄啊。对，非常皮很薄。那主要是好险，刚刚异化虫过来哦，让对手一瞬间把一些能量消耗在异化虫上面，嗯、不然刚刚那些飞糖是全部都要死光的。是，现在可以看到哦，有来，这个怎么受得了？这个哇，这个色诱，哇，这个色诱出事了，这。在自己的兵不够的情况之下，不要乱射哟。真的。对，这发现弄假成真，不是这样子的。嗯。哎，哇！没想到射诱成真了，对方冲进你家。
哎呀，哇，这个非常如入无人之地啊！虽然说地上有个包子爬行虫，感觉不太给力哈、哦。对，完全因为飞糖数量真的很多，尤其是它突然爆这么多出来，我想石莲应该是完全没料到哦。现在基本上这已经亏到一个，有到亏成吗，马老师？这应该是已经亏成。我们看一下 Fly 的蝗虫症。对，我们应该是已经亏成狗了，这应该是死定了。是，对，现在这个状况，其实刚刚的三矿被打掉，然后主矿的工兵又被屠杀。那这边的话，我们看到弗莱家里面是很惬意，非常惬意。人口落差来到了50左右啊。对，工兵差了快20只哦。那现在这个蟑螂想来继续做一个骚扰，但是又马上就被歼灭了。对啊，因为蟑螂没有办法打空哦，只能够任由这个飞糖来攻击他们，消灭他们。哇，现在这个状况很尴尬啊！现在我们要看石莲要怎么样回天哦。现在人口差了70。嗯，我们看到这边呢有四只的感染虫，这样的能量是慢慢的蛮多的啦，聚集起来。但是面对这么多的飞糖，对这个其实这个感染虫数量，你没有其他军队的协助之下，你这样子定，其实你打不死它也没用。真的哇，非常强势的攻击，让我们的石莲吞下了败仗，恭喜 Fly 为我们 Spider 拿下一分，现在是1-1打成的平手。那我们还是要请老师来讲解一下这一场的虫群内战。对，其实刚刚比较大的关键是我们的硬化虫在飞糖还没有出来之前爆出大量硬化虫，算是给对手一个出其不意的进攻。嗯，那石莲感觉偷的有点过多，我们应该说因为兵种的一个配置，那它变了过少的一个毒爆，因为它主要采取手势，因为它要转出感染虫以及蟑螂的一个兵种配置。嗯，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变成说这个空中棋被硬化虫趁虚而入。那你没有毒爆，而且你又没有足够硬化虫做一个防守之下，三矿掉了不打紧，还把感染虫后来是送掉。很可惜的就是感染虫意图要色诱，我原本以为它后面藏了很多，例如说后虫或是刺蛇，是色诱进我家之后要对它嘿嘿嘿把它打掉这样，结果完全是把你诱进来，就嘿嘿嘿，是对方的飞糖嘿嘿，直接冲进来就把我们家的后虫还有对方打光了。对哦，所以说比赛就这样子，很遗憾，几乎是就结束了。好，我知道老师非常的激动哦。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感染虫没有色诱成功啊，毕竟感染虫后面应该要配一些打空的兵种，对不对？对，很可惜。结果这次蛇兽却是连盖都还没有盖哎。对。对啊，好吧，那只能够这样子了。目前比数是1-1，我们休息一下下，等一下来看第三场的比赛了。